Friday 音乐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关什么，欢迎今天的发单曲的大来宾是焦凡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焦凡凡，主持人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要就跟一个累赘关晓雯一起上通告，怎么会这样？今天真的是独当一面，一个人来宣传单曲，很开心遇到主持人关晓雯。okay, okay. 我是歌手焦凡凡。今天就是重金礼聘。焦凡凡来到现场，唱的新歌叫做是，是我吗？是我，一加一大于二，就是我跟关晓雯出的一首好朋友的歌。嗯、然后因为关晓雯她30岁，就是希望完成一个梦想，是她想要发歌，她想要拍 MV， 这么励志。她在28快29的时候，其实就跟我提过，然后但是因为她一直说，可是我唱歌这么难听，会有人陪我出吗？我说我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想说，反正只是说说而已，好朋友嘛，就是会讲一些就是比较，反正就鼓励他的话，没想到他信了。我想说，既然他相信，我就不想伤害他幼小的心灵。什么？原来有这一块？关晓雯都不知道吗？就是想了一整年，决定、啊，完蛋，已经真的快要30岁，还是帮他找一下制作人，还是发一下，就没想到就这样子一语成谶，一语成谶啊！你乱讲。但其实这首歌在数位平台上表现非常好，我刚刚拍优选看了一下，我们在 Fred 音乐的新歌排行榜有34名耶。我们才发不到。6天哦，34天，很棒哎！对，因为等于那些有一些发好几个月还在排行榜前面的，被我们6天就刷下来。哇，你话讲那么大、啊！反正我也没看谁。如果是比较熟悉的人，就不好意思。OK， 那这首歌在筹备过程中有发生有趣的事情吗？不管是从头还是到现在，都蛮有趣的。就比如说，从我们还没有开始要做这首歌的时候，这位就是主人翁，他就是一直很喜欢某一位制作人的歌，可是他不认识这个制作人，这个制作人叫罗凯。然后，但是因为我好几年前就认识他，我就想说，我可以当中间人介绍一下，因为我就很热情，我就开了一个群组，就赶快叫关晓雯一起加入。而且这群组还叫做闺蜜之歌。对，压力有多大、啊？闺蜜之歌，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想好我们要做闺蜜之歌、嗯，然后没想到这个制作人真的太了解他了，他想要的所有东西他都帮他完成。因为听说关晓雯在开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时候有觉得很困扰？哦，那时候听到的时候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这么没水准？因为我想说一首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价钱，其实我那时候会。替制作人捏一把冷汗，因为他真的就是在我面前就说，我希望可以加一点 rap， 因为我不希望都是唱，我怕大家耳朵的部分。然后我希望你那个 rap 可能也不要太难，因为毕竟我又不是那个饶舌歌手。我还想要有一点点，就是 rap 的时候又有一点唱歌，就是后面还要有人 solo， 然后再加上，因为如果这首歌传唱度很高，我希望后面绝对要有大合唱，比如说那种啦啦啦啦啦啦乱吼。全部实现哎、欸！所以没想到关晓雯真的一语成谶。对，就只需要一些钱。那你收到 demo 的时候，你有吓到吗？其实我听到副歌，我还没收到 demo， 我只听到副歌30秒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超想哭的。嗯，因为就想说，天哪、啊，就是我没有想过这辈子可以唱到就是这么传唱度高的歌，又想说这种歌都是给就是很大咖的歌手去唱，才有这个就是才有这个传唱度啊什么的。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会是跟一个完全不是歌手，是记者出身的，有歌手梦的朋友一起出歌。Okay. 所以后来歌曲发红之后，你有在路上遇到别人在放你的歌或什么？因为其实很好唱。我以为不会有，可是我跟关晓雯发的 MV 的第二天，我去看电影的时候，就在路上的卤味店、哦、卤味摊，就直接突然听到有一种一加一可以大于二。哇塞，我真的那个时候全身鸡皮疙瘩，因为一直以来我之前就是有出过一些 cover 或者是跟反骨出歌，嗯，其实我在店面啊或餐厅就是会录一些限动，然后大家都会说哇好红好红，其实那些都是我们拜托店家放的。啊，你说以前就是你们拜托他们放的，以前都是假的啊？因为有一点点，
要有点热度，你就要去假装一下自己。什么？不是，那是你那天认识卤味店老板吗？所以我的冲动，我的激动感是真的只有我才会懂，因为很多人就以为之前就很常放自己的歌，其实我是第一次在别的地方听到真正自己唱的歌，真的。欸，不得不说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是因为我们刚刚搭电车来的时候也是一下车，像司机大哥居然看着我说祝你新歌大卖，说哎呦，对，而且重点是他感觉年龄层不是我们的那个粉丝群，他感觉是四五十岁的大哥，对，然后他就在我们下车那一刹那的时候，他说祝你新歌大卖，对对对对，他是这个口气，他是这样，他唱是这样，我们就一起跳起来。我吓到，我立刻去面包店买一个礼物给大家经验。什么了？你讲很隐私的东西，就你刚刚的行程，没有人想知道这个。没有，不用讲那么细，是不是？不用。这是方法跟你自己有圆梦的感觉吗？尤其是跟观众。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在帮观我直接讲你了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在帮你圆梦。嗯。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帮他瞧了制作人嘛，然后开会，然后我们在我家开会。然后开完会以后，我们又录歌，录完歌以后拍 MV， 就这些种种对我来说，我都是陪他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不知不觉中，其实我也完成了我的梦想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因为我都觉得这些是你的想法，然后你想要我就陪你做。可是当我真的上台唱歌，而且是大家看直播，直接看我们现场表演那一刹那的时候，我超感动，我就忘记我自己还很喜欢在台上唱歌的感觉，因为我一直都蛮压抑，就想说赚钱重要，没人想听我歌，我就不唱了。可是真的没有人听，所以我就一直以来这六七年来都还没有就是正视过自己，其实真的很想出一首属于自己的歌。但是谢谢你，就是给我这个机会。真的，我是真的，因为不然我其实比较，我敢冲，可是我没有主见，就是我没有办法主动提出说我想做什么样的东西。然后他其实蛮有想法。那因为这一次让你想要出一首未来有机会的独唱，所以你其实是要买自己团，要买跟音乐团。其实我完全没有出过任何一首自己的个人歌曲，就算是出个人的唱歌也全部都是 cover， 所以我一定今年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。哇，再来这里宣传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小游戏。好，我们算是一个闺蜜猜歌赛，我们来准备进行游戏咯。闺蜜猜歌赛第一题，我们现在用喝水来唱歌，就是如果说主持人本人都已经唱得不太好听的话，还要再加上水，有没有办法猜到呢？可如果我们是好朋友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的一些肢体语言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海报可以送给观众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有猜得出来我们在唱什么的话，你就有机会抽到一张海报。好，来吧，第一题。暧昧是吗？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能玩这种游戏，因为他真的会猜不到我的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么了解他。这会喷水的游戏。我跟关晓雯上的各种节目啊，只要是有关默契啊什么什么的，大家都会怀疑我是暗恋关晓雯，或者是关晓雯的。因为他连我一天睡几个小时都会答对耶。很夸张，莫名其妙。我连他一天睡几个小时，然后他的 YouTube 总共有几部影片，730部，我可以一字不差的答对。然后我真的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连这个我也猜得到。第二题，这可以证明我们真的是好朋友了吧？可以吗？崇拜。你把关键唱出来。网友猜好了，好，如果在 YouTube 下方，你是猜的对，你先报名金曲奖。那等一下跟我公布答案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刚才你真的算难。好。好。今天做了谁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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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很不错，有比刚刚第二题好哦。唱跳女歌手，2020年还蛮红的一首。我知道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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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鬼鬼的歌。哇，我只错一题。这题算难，因为我刚刚很难唱。好，来我们攻守交换。好，来第一题，请出题。一加一大于二吗？这题蛮简单的，唱的蛮好的。好难，喝水好痛苦、喔。其实我觉得刚刚听不太出来有没有正确，我们听一下正确的答案，再喝一个，我们听听看。什么？因为刚刚你唱太小一段，我怕网友没有听清楚，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，是不是这首歌呢？我真的尽力了。我觉得你喝太大口。喝少喝一点啊！我尽力了，那你先别急，我要继续玩这一题，因为我玩上瘾了。那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一题我刚看了以后，我觉得有点不满意，因为我觉得你太容易猜到，所以我决定不重复歌，我决定从前奏。OK。会很难哦。我要让你听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骨壳要跟骨头画在骨壳里。继续继续，我好歹要听到副歌。我要开装，又画了副歌 ，friend。我继续。我要听副歌。我歌来了。好，我要来了。卡了跑。他这唱的是好的吗？再仔细听一下。倒带哦。全对。我真的好累哦。所以我们总共答对了七题，我们获得了35秒的 MV 播放时间。和你的对话我放在置顶，现实的动态都变成回忆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而相信，有一种一加一可以大于二，像我和你是天造地设，一起走过那么多旅程，异口同声为你一往情深，这一加一可以没规则，在你身旁没有太多猜测，交换一个眼神成就一生深刻。好，非常感谢焦凡今天来到我们 Friday 音乐的特别单元。最后再请你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这首歌。好，一加一大于二这首歌呢，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都上线了。是的。然后 YouTube 频道可以打关韶文一加一大于二，也可以找得到。是的。然后焦凡凡呢没有上任何歌曲，可是一些 MV 花絮那些可以看，okay, 所以可以到焦凡凡 YouTube 频道收看。好，谢谢焦凡凡， yeah!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有一种一加一可以大于二，像我和你是天造地设，一起走过那么多旅程，异口同声为你一往情深，这一